给他投过去。这么黑。对啊，不然我们会被公干。等他走过去是不是？对啊，不要吓人，给他一分钟的时间，让他走过去。等等，让人家安全的走过去。好，不会，他不会吓你。然后那又开始吓喽。啊，要起飞哦！哎、欸，六人走过来，六人走过来，让他们走。不要录。也要拍起来咯，那我们待会拍一个大合照就好了。好。